谢谢子怡姐点名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。我们呢也会用自己的行动号召大家和我们一起关注渐冻症人患者。那我们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开始吧？嗯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点名。对啊，那我们点名吧，就是我们要挑战的第一位是何炅何老师，第二位是谢娜娜姐，第三位是尚格一顿老师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破冰了？对对，那我们那哇塞，这个怎么就倒下去了？好重啊！我们玻璃是有个口号，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念一下我的口号。三二一，相信吧，不要害怕，烦恼放下，一起向冰桶进发。三。